Sei dolta vestita di ghiglio mi piaccia tregi a tua bruna fra candili veri. Sono la dea della luna, la piccola dea della luna. Brava, brava. Чувство героев передано очень, передано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. Запомните эти чувства и сохраните. Чио-чио-сан –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опера. Нужно передать творческий порыв. А для этого нужно предложить максимум усилий. Великий Верди сказал, копия может быть хорошей, но только подлинное чувство. 去创造现实，却会更加的美好。哎呀，哎，谢谢。我们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。啊，怎么样？那个投资商还老纠缠你啊？那个人啊，可真够烦的。我现在连手机都不敢开了。赵院长，他老是叫我。他叫你什么？他叫我啊。 别耍小孩子脾气，要顾全大局，为艺术，为大家。他这个人呢，也是个艺术家出身，现在当了院长还就变成这样了。在金钱和艺术面前，艺术家的骨气荡然无存了。我呀，只是想踏踏实实的把戏演好，可是没想到戏外的事情这么复杂。你呀，刚刚出校门。 社会就是这么复杂和现实，知道吗？哎，对了，你愿不愿意接受一位小朋友的邀请，去参加他们学校的家庭运动会呢？我啊，家庭运动会是啊，仙子他们学校啊搞了一场趣味家庭运动会的亲子活动，他吵着闹着一定要请你啊一起去参加，你是不是友情客串一下，成为我们家庭的荣誉成员吧？ 哎，对了，仙子，你们明天第一场比赛比什么呀？鞭炮弹。鞭炮弹呢？我知道。来。哦哦，哎，来来来来。哎呀，好，走。哎呀，快下来，快下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 爸爸，女儿，你这个小肥猪快把爸爸和阿姨累坏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太累了，不玩了。不嘛不嘛，我还没做够呢，除非你们大爱亲我一下。啊，好，爸爸亲亲。来，阿姨，你可以和我爸爸一起亲亲我吗？ 宝贝儿，告诉爸爸还想玩什么？我想参加那个绑着腿的比赛。绑着腿的？哦，我知道，那个叫两人三足，两人用三条腿走路，而且还挺有难度的，是不是那个？来来来来来，好啊好啊，爸爸，我要和白灵阿姨一起玩，你可不要吃醋啊！来吧，走。哎，你没事吧？要不你就别来看训练了，我盯着就行了。那怎么能行啊？ 我怎么能置如此水深火热训练中的学员于不顾呢？王明山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呢，你这样不顾自己的身体工作，也不会有成绩的。我这心里也着急呀，眼看着大学生营业节就要临近了，我们必须拿出好成绩来，不然的话，这支队伍就要被解散的危险。哎，老黄，我可是记得呀，你一向不赞成我们搞军乐队的嘛？怎么？哦，明白了，你是接受嫂子的再教育，又很成功吗？ 少来！我是觉得，领导对我们乐队寄予的希望很大，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失望。再说，我也想通过训练磨练他们的综合素质。发达国家的军事院校都很注意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。现在我觉得，军乐。
是将人文精神和军人职业结合的最好的一种艺术形式。是啊，这次训练对于学员们素质的提高确实有很大的帮助。看到他们一个个一点点的成长，我心里真的很欣慰。嗯，是啊，我们身上的担子很重啊。真的没事儿？没事。哎呀，宝贝儿，摔着了啊！给我摔着没有啊？疼不疼？啊，仙子啊，阿姨给你揉揉，好不好？阿姨，我们再来一遍吧。仙子啊，你真坚强，明天我们一定能拿第一名。我们可不能像西红柿那么面哦。好。什么西红柿面？这和西红柿面不面有什么关系啊？爸爸，这是我和阿姨的小秘密。对了，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啊。阿姨，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，我也要你做我的妈妈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玩了。宝贝儿，这孩子老说孩子话。还烧呢，都两天了，明儿咱不去了行吗？休息不得，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，怎么能休息呢？行了，地球离了你一个人照样转，再说秦亮在，天塌不下来。地球转是转，就是我不在那儿盯着，我把地球转歪了。就你这德行，就你现在这样，你带学员走正步，你要是摔倒了，那还不丢人啊？哪敢，我就是爬不起来也得爬起来啊。这军乐队100号人现在都盯着我和秦亮两个人呢，要是我们在这个时候盯不住，那全队1/4的人在精神化都得垮下来。行了行了，你嫁给你们这些当兵的真是倒霉透顶了，挺着个大肚子还得去为你弄军乐队，白天不指望你了吧，晚上呢也没人管我，还要我伺候你。明天呢，我要到法院去告你，上校孔嘉辰虐待他怀孕已久的爱妻。你看，那个，开始说气话了不是？净耍小孩的脾气。来，哎，让我摸摸咱儿子。你就是虐待我了。哎呀，来，哎，看儿子怎么样了啊？替正步呢。跟你一样，一点都不老实。踢他，踢他！大家动作快一点了啊！哎，好的。那个拿过来。哎，好的。那边。哎，那个放那边。哎。稍微的慢一点。啊，你好，罗总。啊，你好，白小姐，今天有空吗？我们谈一谈上次我们谈的事情。另外，我已经约了人，为你谈派海报的事情。不好意思，罗总，我已经约了人了。再说明天我还要排练，可能没办法去拍海报了。白小姐，有什么事情比我重要？有什么事情比你的前途更重要呢？少排一天戏没关系，我去跟你们领导说一声。别忘了，你们这个戏是我投的资嘛。啊，不了，罗总，我们最近排练挺紧的，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大家的工作。来吧，上车吧，一边吃一边谈。喂，哎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到啊。好，哎。
对不起，罗总，我约了人已经迟到了，我们以后再见。啊，白小姐，我送你吧。啊，不用了，再见。又碰钉子了吧？这关你什么事儿？你看看这个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要小看了这个姑娘。周旋于好几个男人之间，其中有一个是部队军官。现在你的钱已经划到了歌剧院的账上，他当然就不甩你了。罗总，你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。小丽丽，你说话怎么这么不中听？我是谁？跟我玩这小儿科？哟，罗总，我早知道您是火眼金睛，不会上当的。有句歌词怎么唱的？情人还是老的好，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。上车吧。你看看，这当何解释？你也知道这种负面报道的社会影响有多大。院长，这都是他们胡说的，根本没有这样的事。无风不起浪吧，现在群众对你的意见很大，你应该好好的反省反省你自己。我们歌剧是个高雅艺术，作为一个歌剧演员，也应该有点高雅的艺术生活吧，不能把自己放在一个三流演员的位置上，搞点花边新闻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。你应该懂得先学会做人，再学会演戏吧。院长，这篇报道完全是对我人格的侮辱。我当然希望相信你，你是我们领导培养的重点对象。可是这种负面的报道，它的影响很坏，它直接影响到我们剧院的形象。院长，请您听我解释。事实面前，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。现在连投资商都对你一肚子的意见，你怎么连他都得罪了呢？哎，人家威胁我们要撤资，你呀，你的问题怎么这么多呢？就这么麻烦。院长，那个罗总他……好了，为了保证重点剧目不受任何影响，剧院领导决定暂时停止你的排练，希望你能够理解领导的意思，这也是对你的爱护，同时也希望你能够反思一下你自己。
同学们，你们为了参加全国大学生音乐节，刻苦训练，放弃了休假。我代表全校师生向你们表示感谢。要想成为一名好军人，就要有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。记住，一支好的军乐队，就是能在任何复杂的气候条件下完成任务。我听说有些同学对这种训练不理解，发牢骚，讲怪话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啊，马峰，马峰咬李彤。鉴于白灵目前的一些问题，以及投资方的强烈要求，剧院决定 B 组的萧黎黎代替 A 组白灵出任《蝴蝶夫人》中的女主角一职，希望大家能加倍努力，配合新的女主角，共同创作出精品剧目来。谢谢大家支持，今天我请大家吃饭。首长同志，军乐队训练结束，请指示。稍息。是。稍息。还疼吗？没关系。同学们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？要我说，就是这样炼成的。我相信军乐队里没有逃兵，你们都是好样的，一定会给学校争光的。李彤，是不是很疼啊？别摸了，别摸了啊。你说这马峰也真不够意思，盯谁不好，非得盯咱们家李彤。这回李彤不成了李痛了？按说你们也应该有点革命同情心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没有革命同情心，我们是不敢表露啊。对，刘小芳同学倒是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感情，惨绝人寰的啊的一声。可结果怎么样？这会儿正向鱼而泣，直后悔呢。对呀、啊。吕德雕刻在巴黎凯旋门上的马赛曲浮雕，胜利的女神双臂高举，张口怒吼，全无女性的温柔可言。不过呀，这也正好传达出了浪漫的现代激情，就像我们的小芳同志那双。你这鬼丫头，我在操场上叫了一声，秦教员、牛校长都没说我什么，倒轮上你变着法酸我了。哎呀，小芳同志，我这不是赞美你有现代激情吗？再说了，要不是你舍生忘死的一声惨叫吓跑那个大马蜂，咱们的李彤哥哥可能这会儿就躺在医院里了。刘小芳，你外公来电话说马上到。
小芳，可能又是你外公杨教授啊，火线送粮草来了。姐妹们，跟我到楼下分享我外公送的粮草吧。走，哎、走、啊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。今天训练的事儿啊，我都知道了，校长还表扬你们军乐队呢。杨教授，你有没有听到过关于我们军乐队女高音的故事啊？女高音的故事？讨厌，你讽刺我。外公你真好。来来来，外公来给我一个。姐妹们有吃的啦。来来来，吃一个吃一个。哎，你吃吃吧。给吃秦教员，吃块巧克力吧。谢谢，我不爱吃零食。你吃一个吧，特别好吃。哎，你吃一块吧，吃一块吧。不行，你今天必须得吃。怎么样？我可以走了吗？哎，秦教员，这巧克力可不是白吃的。谢谢。您什么时候再给我们演奏一次《月光奏鸣曲》啊？哎。德国诗人路德维希·莱尔施塔伯，他形容这首奏鸣曲犹如在月光闪耀的湖面上摇荡的小舟，多美呀、啊！雪儿，我们犹如那对盲人兄妹，在聆听贝多芬的演奏，突然风将蜡烛吹灭，月光静静地洒落在那个贫困的小屋里，洒在钢琴上和我们身上。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冷啊？改天吧，改天我一定为你们弹琴。亮亮，我是妈妈。你最近怎么不回来呀？白灵也不来，你们俩怎么了？我这段时间比较忙，白灵大概是歌剧院在排歌剧吧，所以大家都比较忙。再忙也得回来看看呀，对不对？你放心吧，妈。但是现在军乐队在寒假期间要进行集训，教员和学员要同吃同住同训练。你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，还照顾别人，要不然我去看看你吧。不不不，妈，千万别来啊！你知道这段时间大家都比较想家，如果你来的话，那会影响不好的啊。那行，你就自己照顾自己吧。抽空经常去白灵那儿看看。你都快30岁的人了，你能不能少让妈操点心呢？对啊，我都是大人了，对不对？您就别操心了啊。行。那就这样，挂了啊！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哎呀。谁成哲学家了？你看吧，这匹可怜的狼啊，它跟我走遍天涯。不，不对，是风烛残年的老黑奴。我听见他们对我呼唤，我来了，我来。
哎，别打架啊！大军，你。好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苦难全让你一个人扛着似的，瞧瞧，把脖子都压歪了，来笑一个，像蒙娜丽莎那样展开一个微笑，会笑吗？笑的要领啊是这样，嘴角上翘，眉毛往上挑，关键是眉宇之间要舒展，心里呀，要乐滋滋的，想着点什么，比如说，想着你的亲人，想着你的妈妈。小芳，你们别再和北海军过不去了。我没说什么呀。怎么？怎么？行了，好好吃饭。没跟你说话，吃饭吧。你觉不觉得北海军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？想想我们有父母照顾和关心，他一个人还真挺可怜的。哦，你暗恋上他了？讨厌，认真点行不行？你别看他是一副冷面杀手的样子，其实他内心的深处更需要我们的关心。我想我们应该让他知道大家都很关心他，让他体验到家庭的温暖。是啊，上次去了他养母家后对我触动很大，我们应该发动更多的队员来关心他，让他自己知道他绝对不是孤单的一个人。可是北海军这个人生性冷漠，他不会轻易让人接近和关心他的。那怎么办？我有个好主意。是什么？你快说。高，实在是高。就是，哎，所以这件事啊，咱们一定要特别好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啊，别让，哎，尤其是里头。嘘，哎。同学们，军乐队第一阶段的军容和军姿的训练已经圆满的结束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在这里举办一个答谢会，我们要感谢北海军同学啊，这些日子对我们军乐队所做出的贡献。一二三，北海军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北海军。
接下来军乐队就要进行乐器训练阶段了，你可以功成身退了。如果想家的话还来得及，可以在开学之前回一趟家。你们不需要我了。不能这么说吧，海军，你要离开军乐队了，我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的，送给你一张大家伙的合影吧。什么时候想我们的时候就看上一眼，你发现没有，大家都在，就差你一个人了。北海军，送给你一个热水袋，希望有了它之后，冷面杀手的内心不再寒冷。谢谢欧阳雪。北海军，咱投其所好。给，这是最新的游戏《突袭》，是关于二战的游戏，相信你一定会喜欢。谢谢。北海军，我送你一套中国十大元帅，希望你的将军梦梦想成真。海军，我们俩没什么送的，送你首歌吧。送战友他征程，默默无语两眼泪，耳边响起驼铃声。哎，打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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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你们这歌有问题啊。什么问题啊？什么问题啊？什么问题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今天我们开的可不是欢送会。再说北海军同学只是完成了军乐队的任务，他又不是转业复员什么的。背着歌一唱，好像还挺惆怅的。李彤，把小号拿来。海军，我来吹一段，算是给你送行吧。我申请加入军乐队。坐下。大家这几个星期啊，进步非常的大，基本上能够完成自己所在的位置了。就是彼此间的配合还不够好，马上就要向校领导进行汇报了。我希望大家继续努力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解散。
哎，北海军来了。北海军到。你的脖子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吹着吹着就歪了？你知道吗？这样影响你的形象，你必须要改掉。是。秦教练，北海军每天歪着头打电脑游戏，每次他控制的军队一开始与别人激烈交战时，他的头就像抽筋似的歪着。海军，这个毛病可不是好习惯，必须要改掉。是。那你呢？头抽脚不抽？哎，小哥哥，小哥哥，抽抽抽！好。干什么呢你？你说怎么会歪呢？歪？我自己一点意识都没有。哎，去去去去，不歪啊！现在当然不歪了，我又不是有歪脖子病。可问题是我一投入就不自觉的歪了。哎，哎，有了！赶明啊，我把我们家黑子那脖套给拿过来，你戴上之后啊，保证你不歪。你们家黑子？对呀，我们家狗狗。嘿，你还别说，你们俩脖子一边粗啊！哎呀，哎呦，我海军哥，你还真生气啊？还想改行搞音乐？别忘了你学的是合成指挥专业，莫名其妙还来劲了你！哼！今天的排练就到这里，李同北海军留下，其他人解散。你们俩吹错了几个音？就两个。说的轻巧，就因为这两个音把整个排练都搅乱了。哪两个音吹错了？拉西。为了锻炼你们两个的注意力，到操场上去，边走边吹，把拉和西吹一百遍，走十圈，不达到标准不许吃饭。别拖了啊，我可听着呢。一百遍。哎，你等等我呀。哎，在我们村的时候，人人都叫我小机灵，现在怎么稍微开点小差就被当场抓个正着呢？哼，让我们吹一百遍，还要走十圈，哎，不达标准还不能吃饭，就是专业演员也没有这么大的量啊。这胳膊腿明天要是抬不起来的话，还能吹吗？哎，我说，多少圈了？我第五圈，你第三圈。啊？我怎么还没过半数啊？哎呦，肚子好饿，头好晕呢。哎，你等会儿我。老黄，你让北海军和李彤这么干，可是有体罚的嫌疑啊！我这也是着急，这一气之下就……要不这样吧，你去把他们叫回来。哎，我总不能刚下过命令，转眼就去道歉吧？哎，行了，这事儿交给我来处理吧，你吃吧。哎，李彤，走不动就别走了呗。哎，那不行。这是大队长下的命令，军人得以服从命令，为天职。休息一会儿吧，我们给你们送饮料来了。啊，
哎呀！哎哎，北海军，